SM 最近的内部斗争闹得沸沸扬扬，连旗下艺人都难免受到影响。像是 SHINee 的 Key 就无奈表示，现在公司乱糟糟的，想开演唱会也不知道该去跟谁说。过去只要 SM 旗下艺人的这样感言中，几乎都会提到李秀满。而在18日举办的 Circle Chart Music Award 上， NCT 和 aespa 分别获得了第一季专辑部门年度歌手奖以及7月音源部门年度歌手奖。代表 NCT 出席的道英表示，可以获奖是多亏成员和粉丝们以及一起辛苦的哥哥姐姐们，并喊话不会被任何事情动摇，会更努力让 NCT 变得更帅气。师妹 aespa 的感言也完全没提到李秀满。저희 aespa 를많이응원해주시고좋아해주시는많은분들께너무감사하다는말씀을꼭드리고싶었고저희작년한해동안걸즈앨범을많이사랑해주셔서너무너무감사했습니다저희가앞으로어떤활동을하게돼도더멋진음악으로돌아올테니까많이응원해주셨으면좋겠고걸즈앨범을하면서저희를함께도와주셨던우리회사식구분들과저희스텝언니오빠들너무너무감사드리고앞으로도너무잘부탁드립니다